也送过我一些。对啊，真的，真的。私下感情是好到可以互送那。我们超好的，好不好？对啊。你知道商的 size 多少？大概知道。哦。可以偷偷吗？因为可以送。商业互捧。好烟盒。对啊。好好好，拜托拜托。今天才被拍。今天爆出来，没有，其实他是11月初的时候。好了好了，早晚要面对，知道吗？我这种坏习惯其实是要改。那你买时尚的单品会有预算吗？有预算啊，都会带。看贷款给我多少。对啊，真的，还是很贵，很贵啊，很多东西都很贵。但是买到好的就 OK 了。对，你一些什么生活小物也会买这种比较就是高单价？其实我很久没有买精品。奢侈品，对，我一阵一阵子，对。对啊，你上一个买的是什么？上一个买的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真的还真的是这个。Really？ 是哪一款？内裤啊，内裤，他的内裤。所以他内裤是好穿。那边的，啊？在柜子里头，我穿啊。哦。大家等一下可以拍一下那个内裤。他很喜欢，他很喜欢帅的内裤，他也送过我一些。对啊，真的。好到可以互送内裤，我们超好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可是送到内裤，我们真的是超好兄弟的。对啊，他是不是借穿？比方说，是借穿是不至于的，借穿是他会买给我。所以你知道商的 size 多少？大概知道啊。哦，可以偷偷吗？因为可以送你。你们这回下标都会超大。商业互捧。那他也很大啊，商业那他也很大啊。商家的越大。因为知道他多大了，所以就是商业互捧。哦。我本来想问你说，还是你要不要挑个那个随身的烟盒啦？烟盒，这里有烟盒。加博吧。有啊，对啊，就以后不会被拍到什么一些违规画面这样。我被拍到违规画面，哪时候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抽烟不是丢烟灰缸吗？没有啦，就是今天的啦。今天怎样？对，就是你不小心被拍到，就是说你丢烟头到水沟里面去了。哦，但蛮准的。真的假的？蛮准的。对 ，Nice shoot。谢谢谢谢，开始。就违停。就违停，但我们就觉得是小事。哦。就想说可以买一个小礼物送自己。哦，烟盒。对啊。好好好，拜托，我等一下跟设计师讲。好，今天才被拍。今天爆出来，没有，其实他是11月初的时候。好了，早晚要面对，知道吗？有这种坏习惯，其实是要改。